Hello， 大家好，我是 KNN 湖北小金，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今天我大家继续开箱这个小号收的这款1:700的这个法国海军雷塞留号战列舰1946年版。这款模型呢是完整品，有355.5毫米，然后宽的话是48.5毫米，然后整个模型零件超过370分，是一个1:700的啊模型。我看一下它侧面的。有些介绍啊，法国海军雷塞留号战列舰于1939年1月17日下水，迫于德军入侵后的混乱形势，它于1940年6月驶往达喀尔。由于政治形势，它在那里与英国战舰交火。1942年，它重新加入盟军，并于1943年1月在美国布鲁克林海军工厂接受改装，供雷达系统和防空炮进行了升级。其3.47毫米和13.2毫米对空武器被40毫米波夫斯和20毫米厄利对不起手机有点小问题被这个按一下低点模式，我来确认一下我们要快一点了13.2毫米对空武器被40毫米这个波夫斯和20毫米这个厄利孔所取代。这次改装于8月完成，然后之后呢，它被编入英国本土舰队。1944年1月，它协同舰队参加了对挪威海岸的军事行动。当被编入英国远东舰队后，它参加了对日作战。二战结束后，雷塞留号回到了法国。哇，这个有年头啊！它是一个2019年上市的这款。看一下这是左边、左舷和右舷这个测试图，有点分量，我们看一下没有是吧？我们看一下左边是这个展示架。然后这边是一个船体的一个部分上下是可以这样分开的应该是可以做成水线版的船头、船尾，船身，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甲板的一部分，这上面的木纹还是做的不错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舰桥的部分。上面的一些火炮、机枪之类的，这个是一些舰桥的一些天线雷达，还有螺旋桨推进器一些主炮、炮塔。这个都是一些炮管。螺旋桨、求生艇之类的这就是水箭板这个船底平的。开始就是法国的国旗。这个是分数，这个是服装指示，说明书一些板件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OK。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我还想到这个是小号手的1:700的编号05751的这款法国海军0301号战列舰1940年版。OK，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对我视频感兴趣，请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哟。我是 KNF 小金，一键三连，拜拜。